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八课了，这就是 Lesson 8 Trading Standards 贸易标准。像往常一样，咱们先来看看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，请大家打开书到 Page 48 48页，跟老师先读读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。48页开始，跟我一起念。第一个词 Slaughter Slaughter，当然这个词如果是英国人读呢，前面是发 O 撅嘴，这个 O 这个声音，后面一二呢它不加卷舌音发 A， 所以英国人是这么来读的，跟老师读一遍 Slaughter Slaughter。 但是美国人呢，美式英语 American English is lazy English， 美式英语是懒惰的英语，他们觉得 Slaughter 这个嘴啊太受苦了，太费力了，所以这个长音 O在美音中一般变成叹气音，啊，这嘴就舒服多了。然后一二呢加个勾舌的动作，所以美音中读慢了是这么读的，跟老师大声里面 Slaughter Slaughter、Slaughter 这么一个声音，读快了之后呢，中间这个 t 会轻轻浊化成的这个声音，所以在美音中读快了这么读，在里面 Slaughter Slaughter。确实英式美声各有特色，英国发音更正统一些，但美国发音更随意更随性一些，啊，根据你自己选择，你喜欢哪个发音都行，但是不要来回，这个用杂音，啊，我们英式美声分别来一遍 Slaughter Slaughter 都可以，啊，再往后走 Fit Fit Grace Grace Tariff TariffStandard Standard Dialysis Dialysis Electrocute Electrocute Eliminate Eliminate Accord Accord Device Device Hammer out Hammer out PactPact， 好极了，这是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。那么像往常一样，咱们先来看看这个书一些重点词汇。那么第一个重点词，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适合的、适当的。这个词特别多，我们得做做变戏来，把这个词大声先读一遍。注意不要读 fit， 不是发 e。老师说过，这个短音应该发 a a， 就像军训报数是 a 二三那个 a， 所以大声来一遍 fit fit， 好极了。这个词表示适合的、适当的呢，咱们得看看英文解释，看看精确含义用在什么场合。它表示 of a good enough standard for somebody or something， 对于某人某物来说达到了一个足够好的标准的。所以这个适当的、适合的强调达到了一个足够好的标准，强调这个含义，咱们一边用 fit 这样一个词。首先我们看看这个词的搭配，那它的后面搭配呢常见有两个，第一个是直接在后面加介词 for， be fit for something，第二个呢是后面加动词不定式 to do， be fit to do something， 这个两个都可以。咱们看看例子，但是都是强调达到一个足够好的标准。那比方说 The food is not fit for human consumption， 这个食物不适合人吃，这个对什么来说是不适合的，说明没有达到这个好的标准，这食物啊只能喂牲口了，但人吃起来不行，不卫生不干净，哎，强调这个。再比如说 He's not fit to govern this country，这个人不适合统治这个国家，什么意思呢？强调他能力不足，没有达到统治国家这个能力标准的要求。所以你看，无论是指人指事物都行，但搭配有两个，加介词 for 或者加动词不定式 to do， 但都是强调达到一个足够好的标准。那么跟他类似的还有好多适合的，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 suitable， 就是 suit 这个词后面叫 able， 也是适合的，中文一样，我们大声先读一遍 suitableSuitable， 这个适合的强调什么呢？这个适合的强调看上去特别协调的，哎，特别搭调的，跟这个东西配起来并不觉得突兀，看起来很协调的，很和谐的，这个时候用 suitable 更常见一些。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，通过例句进一步体会。那比方说 I haven't any suitable clothes for the wedding， 就是我没有任何呢这个适合这个婚礼穿的服装，就是有好朋友结婚了，我一看我衣服里都是 T 恤衫呢，
什么老头衫呢，还有一些钉子裤，对吧？我这参加婚礼不合适啊，这个对吧？就是看起来不协调。有一些呢，可能也衣服特别贵，是豪华的衣服，但是不适合婚礼这个场合。来，可以这么说，你看这是墙角看起来很协调的。再比如说 ，The present isn't suitable for an old man， 这个礼物不太适合给一个老年人穿。哎，这个并不是这礼物不好，礼物可能非常昂贵，但是给老爷爷送给他当礼物不合适，对吧？你说85岁老爷子送一个大足球，你踢足球踢不了了，对吧？96岁的老奶奶送一条钉子裤，这就不合适了，对吧？所以就是不协调，看起来不协调。礼物可能本身是不错，但是不协调，这个感觉我们用 suitable。跟它还有个类似的词汇叫 appropriate， 它可以看作 suitable 的近义词，也是强调看起来特别协调的，但这个词语气比 suitable 更重一些。我们大声再来一遍 appropriate， 哎，也是表示适合的。这个它比 suitable 语气更重一些，还是看一些例子。Your dress is appropriate for a formal party. 你的这个裙子啊，特别适合一个正式的聚会，就是看起来特别协调。Be appropriate 后面介词还是加 for， 确实继承了 suitable 的用法，不但含义类似，介词搭配也一样，对什么来说是很适合的，可以用它。那么还有一个词叫 felicitous， 这个比较正式了，也是表示适合的，是正式的书面语。这个词强调什么呢？强调这个话说的恰如其分的，这个话说的既不轻也不重，哎，这个仔细权衡之后说出的语言正好切中恳请，话说的很适合。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，felicitous，felicitous， 英语词法特别细腻，它一般强调语言呢、文字啊、措辞方面很适合的，比如说 ，felicitous remarks， 恰如其分的评论。这些话说的，哎呀，真是恰到好处，切中恳请，这恰如其分，很适合，可以这么说。但是无论是哪个适合的，我们都可以用万用的这个词，这个词没有场合限制，我们大声在里面 ，proper， 这个没有什么场合限制，但是我们在书面中不太喜欢这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词汇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词，适合的，跟老师就看到这儿。